多少拖、啊？全拖啊！我说拖，你在讲什么？全拖啊！那应该已经要拖了。现在就买了，票房多少拖？对 对，不是拖多少。我说要全拖，全拖，票破多少？破多少？导演说吧。等一下，你们怎么会只问宝弟？对啊，应该是没有，慢慢来。应该是我们全部的人，是不是？好，我懂。一亿的话，宝弟先拖，好不好？然后两亿的话。李玉玺拖，我脱袜子好不好？三亿的话就换币了。